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我们的鸭子又饿了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要去喂鸭子去，走去拿饲料去。最近吃饲料吃得好快呀，又没饲料了，明天又得去装饲料了。哎呀，一顿就得吃半袋。晚上我们的鸭子是放在这个鸭舍里面喂的，因为这边没有路上了，我们要从那边把它们赶上来。走吧，来。还剩下一堆跟丢了的，这里有20来只呢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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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怎么感觉他们还没有吃饱的样子，吃那么多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